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索菲亚。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是连读和施暴，希望你喜欢。OK，Let's start。这个。This，第一个音，舌尖贴住上排牙齿，通过舌尖和牙齿的摩擦产生的摩擦音，第二个音，a，和 a 拼在一起，z，加上一个清辅音 s，this。This 是 be 的第三人称单数，is，a 后面的是 z 连起来，is。不，not, not, not。我的名词性物主代词指的是我的东西。mine, mine, mine。这不是我的。也可以理解为，这不是我的东西。这，this，是，is，不，not，我的。这个词是名词性物主代词，指的是我的东西。mine，mine，句尾用。降调。首先，我们把每个单词读准、读清晰。This is not min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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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我们熟悉之后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注意的是 this is 这两个词要连读。连读的时候，this s 和 is 连读为 c c。This is 它读得比较快，says says。注意这个音发音是 z。这个是 s，says，this is not 这个 t 不失去爆破，舌尖抵住上齿龈发 t 这个位置，憋住气不发音，把位置留出来，no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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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最后加上。我的，在说我的，或者说我的东西的时候，注意中间的元音是双元音，我们要把它发饱满。my 发到这儿的时候，紧接着你的舌尖要抵住上齿龈发呢这个位置，让音顺着鼻腔出来。Mine, mine, mine. This is no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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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e.
This is not mine. This is not mine. 现在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，连读和试爆。这不是我的。这，this，是，is，不，not，我的，mine，最后一个词是名词性物主代词，指的是我的东西。它的后面呢，哎，已经包括了名词东西。句尾用降调，This is not mine. This is not mine. This is not mine. 我们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呢，往往第一个词和第二个词要连读。This is, this is, z，注意这个音是 z。This is not，这个 t 失去爆破，舌尖抵住上齿龈发 t 这个位置，憋住气不发音，把位置留出来。Not, not, this is not, this is not。接着是 mine，注意中间的元音呢是 i，要把它发到位。发到位之后呢，同时舌尖抵住上齿龈发呢这个位置，让音顺着鼻腔出来，顺着鼻腔出来。Mine, mine, this is not mine, this is not mine。你学会了吗？好，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就分享到这里。我们下期再见，Thank you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Please subscribe. See you.